看杂技，这是我们当地的杂技，然后他们村里边90%的人都会玩杂技。这么大大缸啊！找人的时候。台上一分钟，台下十年功。对，大家现在看着好像很容易，实际上，哎，这兄弟，你练了多少年了？六年啊，六年的功夫，六年了。看来他们哇，太厉害了！现在的好多妹有没有愿意配合下来？哎，毕老师，你这袖子怎么了呀？啊？哎，我们请毕老师吧。这于大爷，你在宫里混出来的人。哎，问我袖子怎么着？来一个！不是小伙，来，咱俩往一块站一站。你这块好像还没我大呢，你蹬我估计你蹬不了。蹬不了，大不了把钢丝塞下来。钢丝我不也在里边吗？没事，我最高可以啊400多斤。400多斤，那我分量不够啊。不够。这是千斤呢，大家说。我一。你要能把它蹬着，那就是1000斤，你就破纪录了，朋友们。你们想不想看这个答应被放在这里的？你们想想看，蹬我有啥意思啊？你蹬我有啥意思？你要蹬上一位答应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？是不是？好，哎，我慢一点，来坐到那个棒上。哎，我的头，小心一下头是，头还可以弯，哎呀，你看，打坐，就是人家于答应这造型，我根本认不出来。看看铁大的，哎。好吓人啊！你们要分量不够，再来一个。哎呀，还有来个老太太，你看，哎呀，这老太太胆这么大呀，这老太太啊！我的二三，妈妈呀，不行不救的话就算了吧。行不行？好，来，举起来。妈妈，大爷你太美了，大爷。我已经快哭了。啊，我相信看《甄嬛传》的很多观众很希望看到你这个下场。哦，行不行啊？行不行啊？我快吓哭了！不要！快点啊！慢点，一起不让你。哎呀，这样安全了，吓一头汗。来，答应。哎呀，我天哪！哎呀，好，快把我吓哭了。怎么样？比在宫里搞内斗和自己相比，哪个更？我还是想在宫里搞内斗。啊、太吓人了。我们把掌声送给小伙，好不好？